说一下这个课啊。首先，课里边天喜发愿，这就有喜事，你看还是宝宝有喜事。六合发愿，六合主婚姻交易事。就是你婚姻喜美啊，婚姻比较好，交易代表呢最近有交易要谈。这个课里边呢，这就干克方七动，七动与七情，是和女性啊，和女性要去谈婚姻。生意方面的事情，代表给别人介绍对象啊，谈论婚姻的事儿。但是呢，卯木又临灾上，代表你最近还有忧愁的事情，这叫喜忧参半。虽然有孩子，但是也有喜事，也有忧事，喜忧参半。干克方七动，七动与七劫，官财方损，也就最近呢，你的事业以及你的财要破财，要花钱，要花钱比较多。这个钱呢是外来索取，别人啊你索取，别人你要钱啊，借钱啊，导致你不得不收钱。七动与七劫，官财方损，站人人在家，访人人不悦。就最近呢，在家有不开心的事情，在家不开心，闷闷不乐的，这个想出去呢，出不去。外面来索取陛下忧口。你要是在家呀，你天天吵架，天天不开心，所以你不能在家坐，你只要一在家坐着就很多不开心的事儿。外面来索取，外来索取，朋友们啊，有外人呢到家里边找事儿，要钱要账。外人来索取陛下忧口舌，论物多反正下旁或有缺。你们家有个东西啊，以前在地上放，现在挂到空中去了，挂到空中去。而且你们家呢，这个地板或者是有这个桌子凳子地板底下有破损的地方，有破损的地方。子卯午无礼之行，你的最近呢，因为心情不快乐，所以经常呢，会跟你老公发生无理取闹的事情，无故要求无理取闹。干神底。干生底有外人干预，最近就是你在生意上，有别人的干预，有别人干预你的事情，干预你家里的事情，干预你自己的事情。今年呢，卯木就是卯酉相冲，天地相冲。由此可见呢，你的今年啊，心情不好，婚姻变动，这个你今年婚姻上要注意啊，千万别跟你老公天天吵架啊，你今年卯酉相冲，你这个今年很多事情都是徘徊忧郁不定，心情不好，因为卯酉主门户，门户之神。
所以卯酉相冲代表家庭争执，今年呢这一年都避免不了家庭方面的争执，所以要注意啊，只要到今年冬天就好了，就会好。今天呢是壬寅日，昨天前天前天呢是庚子日，就在前天呢是子卯无力，就在前天啊还发生了无理取闹的事情，前天就吵架斗两句嘴、现在怀胎啊，身怀有孕，不能动了胎气。事业上今年挺好，你的事业目前处于旺，你在事业当中啊是一把好手，特别能干啊。但是呢，你的事业目前今年卯酉冲，你的事业今年会变动啊，今年的事业会变动，准备要变一变。你的财运也不错，你这一生当中啊都有外财，你呢外财很旺，就是你在家坐着都有钱进，是吃老本啊，在家坐着都有钱到账啊，所以你这命比较好。哎，这是你老公，哎，这是祖上，你这好命啊，老公和你祖上都生你旺，所以说你能够一生当中都深得领导、长辈、师长的爱戴、喜欢，啊，因为从小都是被大人宠大的、疼大的，啊，所以你呢，一般你是不能受委屈的，啊，你这人是不能受委屈的。卯木代表直，哎，觉得你的性格啊是一个直的性格，是一个直肠的一根筋。很多时候呢就是不爱拐弯抹角，在那直来直去，因为太直，所以在生意场上也不少得罪人，因为直嘛，看到啥说啥。甲木代表头脑，哎，代表你脑子有智慧，特别聪明啊。你这个里边呢，干克方呢，代表呢，子孙呢，子孙方面有问题，啊，就是呢，第一，过去呀，可能有一胎不成，就是打掉或流掉，必须你这个身上呢，必须是第二胎才能生下来，必须去掉一胎。由此可见呢，你现在怀着宝宝，曾经过去有一胎没要，啊，第三个了，两个没要。用爻望向代表你目前身体健康啊，代表你现在身体没有问题，宝宝是健康的啊。男生女生。啊，也可以测出来，我帮你看看啊。你现在不是都九个月了吗？九个多月了啊，做过 DNA 吗？还血吗？啊，哟，你这个怀的可能是个千金啊，可能怀的是个千金，因为医院说是啥呀？是千金啊。
你猜到这儿吧。这怎么看出来的？